又和平的萌骑士团，幻之星、月之星、炎之星、智之星、石之星，坚持到底，展开为正义奋斗的神圣使命。抬头就是阳光，世界充满希望，用武器打败悲伤，携手一起去闯，不要想同学们不见了，我们现在的位置离太阳越来越近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奥斯麦巴，我是欧巴，我才不是。欧巴，为什么要叫我那个名字？欧巴果然是受到福能的影响，璀璨转转乐。你们看啊，密诺瓦使者。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赶快想办法让萌学园回到地球。那当然，我可是萝卜糕，一定不会有问题的。准备进行牵引，精灵族加倍，加倍，魔磁牵引术，想到了金星，知道，贝塔，加倍力量减弱三分之一。哇！我现在还没有回到宝剑室，怎么会开始呢？司若冰，司若冰，你在哪里？你怎么没有在宝剑室啊？老婆婆教授，这该怎么办？现在不能说停就停啊！有陨石攻击，快停止牵引，不然会撞上陨石。你在干嘛？这很危险的。迅光追击。啊！贝塔，快振动起来！我需要你，快！好。双重加倍。双重加倍。等他站稳了，因为这一次会很晃。太转换，来，好吧。欧巴，你还好吗？欧斯麦巴，你还好吗？之前胸口一直有个烦闷的感觉，现在感觉好像好多了。这只是暂时的现象，我会尽快的把所有的药材都找齐，让你早点恢复正常。桃哥长老，谢谢你。夜王、炫刚、桃喜人，谢谢你们。不客气。你干嘛谢我们啊？又不是你害他受伤的。我爸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好多了。
欧斯麦卡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真的好多了吗？你们两个已经问我很多次了。陶格长老治疗之后，我就一直感觉很好了。之前一直有个混乱的情绪，不过现在好像感觉不到了。那个是因为啊，除了莫名能量的影响之外，你还受了星辰的感染，才变得这么没有安全感。星辰。不过，现在我们都在你身边，你可以放心了。那欧斯麦卡，你真的肯定、确定相信我是谁了吗？你是？我是。炫刚啦，我知道啊，好久不见了。你真的没事哎，太好了。欧帕，所以你真的叫欧斯麦帕？其实我以前的名字就叫做欧斯麦帕。是不是？我就说了，他叫欧斯麦帕。欧斯麦帕的欧，欧斯麦帕的斯，欧斯麦帕的麦，欧斯麦帕的帕。好了。炫刚说的没错，在东盟的时候，自从我得了绝症，不论是在写书或不认识我的人面前，我都会说自己叫做欧帕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想要有人知道我是那个短命天才。我是麦帕，你不要再叫自己那个难听的绰号了啦。以前炫刚就是像这样，一直在关心我，不过那时候我不知道朋友是什么。我以为他的关心是故意嘲笑我，一直来到蒙学院之后，我才知道原来朋友是这样。炫刚，以后你就叫我欧帕好了。为什么？我觉得在蒙学院的我，认识这些好伙伴的我，比较像是真正的欧帕。好吧。好了，总之问题解决了，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尽快恢复魔法和回去蒙学院。怎么会这样？糟了！重重加倍之后，引力停止前。我们都停不下来了。有了，信号非常微弱。刚刚很快速的经过地球后，往太阳系的边缘前进。往太阳系？怎么会往那边去呢？不过，什么事？我想试着在夸特诺持续发出强大的讯号，协助蒙学院回到地球。很强大的讯号波发射中。要让蒙学员收到的讯号波发射中。大家都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没事没事，小蝴蝶没事哦。所以我们现在在地球了吗？喂，哦，陶主任，你的头。我的头，哦哦，因为现在没那么热了，但是怎么会这么冷啊？所以我们现在在哪里啊？这是我们在天王星。我们在天王星，我们真的在天王星旁边呢！哎呦，难怪这么冷。我们在天王星旁边，离太阳很远，所以才会这么冷。斯若冰，我们都忘记他了。斯若冰，你现在哪里啊？你还好吗？艾瑞克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
治疗了，他怎么还没有醒来？哎呦，那是因为啊，气温突然下降太多了，所以我们的魔法能力都可能受到影响啊。你们看，我特别准备了爱心暖暖贴布，我先想办法让艾瑞克恢复体温，我想他很快就会好喽。斯若冰啊，不是早就提醒你了吗？牵引随时都会开始啊。可是艾瑞克治疗不能等啊。醒了，三哥哥醒了。艾瑞克，你现在觉得怎么样？刚才小艾哥哥现在没事了，我们在保健室。我这个是什么？那个啊，是爱心暖暖贴布啦，等一下你很快就会好起来喽。醒起来干什么？小艾哥哥赶快躺下。躺好。怎么了？你觉得哪里不舒服啊？大田老师，这个可不可以拿下来？当然不行啊。可是我现在感觉很好，应该不需要这个暖暖贴布了。可是，不行啦，你的体温还那么低耶，不可以。我真的没事啊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可是你只要一不舒服，要马上跟我讲哦。这个暖暖贴用不到了啊！哎，那这样了，大田老师啊，你就照顾艾瑞克，这个交给我来处理就好了。谢谢帕。好啊。那不然我也多去准备一点做贴布的材料。艾瑞克，谢谢。太好了，你没事。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啦？哎呀，对啊，这施若冰他要去术科教室，那艾瑞克，你跟着去干什么呢？因为我怕施若冰同学有危险，想去把他追回来。啊？我要去多拿一点活力花。请连线蒙学员。是无法连线的。妙心，我找到了，这两样就是我说的寻人道具。寻人道具啊，这个叫超灵感水晶球，这只呢叫做寻人木棒。超灵感水晶球，对，这该不会就是你们那个碧城商行卖的东西吧？对啊。那真的有用吗？哎呦，我跟你说啦，碧城商行所贩卖的所有魔法道具都是通行整个魔法世界，包括人类世界也是一样，说不定比我们单纯的感应更有效。这……哎呀，你就试试看嘛。就算没用，应该也不会有伤害吧？对。哦，哇，原来我这个魔法错乱有时候还蛮有用的。嗯，好吧，我们来试试看吧。好，怎么用啊？我记得他是说要想着你要找那个人，所以我们要说我要找弟弟娜，我要找弟弟娜。对，如果呢有感应，道具就会有反应。哦，好吧，好，好。哦哦，这样好，三次了，三次。好，我要找弟弟娜，我要找弟弟娜，我要找弟弟娜。哎，好像没什么反应哈。对啊。小雪儿姐姐什么时候要讲故事给我听呢？星期天啊，你们想要听什么？糖果屋已经听过了。是哦，糖果屋听过了。老板，不好意思，我想要结账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哦、交换一下，好。再一次哦，一样哈，好好好。Okay. 我要找弟弟娜，我要找弟弟娜，我要找弟弟娜。怎么都不会有反应啦？不然这样好了，我拿着这个，然后手摸着这个，那我们再念一次，看会不会感应有交流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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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啊，来！我要找蒂娜，我要找蒂娜，我要找蒂娜。哎，
有感应了。你们怎么了？还想听什么呢？我要听弟弟娜。啊？弟弟娜？还需要什么吗？我想要弟弟娜。啊？弟弟娜，弟弟娜，弟弟娜，弟弟娜。米亚西，你看，嘿，感应好像很强烈。嗯，很强烈。应该在这附近。在这附近有可能吗？请指示我们弟弟娜所在方位。好像在夸特诺门市哎。夸特诺门市。不要过来啊！这里没有弟弟娜。这里没有弟弟娜了。这里没有弟弟娜。你们好奇怪哦。哎，这里没有这个人啊。轩哥，好奇怪，怎么办啦？我也不知道啊。越开心了，真的是。哎，他们在说些什么？弟弟娜，怎么回事啊？这里有不正常的魔法能量，应该就是附近了。真的吗？对，好。陛下，他们糟了，等一下，我感应到弟弟娜了。啊？这，你跟我进去。哎，他们糟了，等一下。他们糟了。弟弟卡，你手上拿那个道具做什么？这个是感应弟弟娜的水晶球，我已经感应到弟弟娜了，所以我要赶快去。不。你完全误会了，把道具给我。我没有误会，把水晶球给我。魔法已经影响到人类了。我不要，我已经感应到弟弟娜了，他一定就在外面。给我，摄影术，魔法封闭术，封闭。怎么这样？你们看，弟弟娜需要一直都没有消失，他一定在外面。那不是真的感应，才不是。给我，不行。米亚辛，你的判断呢？我，米亚辛，我们一直要找的弟弟呢，就在外面。现在外面的人都在找弟弟呢，你们感应的弟弟呢，根本是假的，那是魔法道具造成的影响。米亚辛，不要这样子，好可怕！不要这样子，哎，大家等一下，不要急。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啦？等一下就好了，求求你们啦，孩子啊！所以，这感应是假的，对，是假的。把木棒交给我。米亚辛，不行啊！魔法封闭术，封闭！不要！不要这样了，你们不要这样了。妹妹，我们走吧。第一次看到孩子这么可怕的。没事就好。陶乐长老，真的很对不起。弟弟卡，碧城商行的魔法道具并没有真正的魔法，只是放一些简单的能量进去而已。你说小游戏是可以啦，但是没有办法产生真正的魔法感应。我不相信，如果不会有真正的感应魔法，那又怎么会影响人类呢？那是因为输入了真正的魔法，所以放大了魔法道具的作用。那也很好啊，如果我妹妹也一样掉在人类世界，我就可以感应得到她啦。不可以，绝对不可以用魔法来影响人类。我只是想单纯的找到我妹妹弟弟娜。弟弟卡，如果弟弟娜真的还在地球，你不需要任何道具，你也可以感应到他的。迪卡，你不要怕我，我应该自己来感应的。
你根本一点都不在乎嘛。我算了。下降太多可能会影响到魔法，糟糕，我们的魔法真的受到影响了耶。又长出来了。大田老师，还是交给我来吧。然后呢？交给我吧。我可以帮忙吗？好吧。要顺时钟讲三下，逆时钟讲五下，连续重复五次，不可以中断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艾瑞克，你为什么都不会冷啊？我也觉得冷啊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冷冷的反而觉得很舒服。啊！小哈哥哥，怎么是你在搅药水啊？还好，艾瑞克他不怕冷哎，要不然我们两个手脚都已经冷到不听使唤了。不止手脚，连魔法都不听使唤了。好，大甜甜老师，我们的魔法都变弱了，该怎么办啊？其实我也很担心这件事情啊，所以我现在做的就是爱心暖暖豆，做好之后啊，一人吃一颗，身体就会暖起来，然后魔法应该就没问题了啦。好了。好，谢谢。那好，那好，接下来就是最后一个步骤了。爱心暖暖豆做好了，我先试试看啊。谢谢。有效哎！怎么啦？大田老师有没有治鼻塞的药好？好难过，不舒服。你来的正是时候哎，赶快吃一颗，马上就好了。好暖和，是不是？快，来帮忙，来帮忙！哎呀，老师，怎么了？哎呀，来，先坐，没事吧？哎呀，穿堂的地结冰了，所以维德亚老师他就滑倒摔跤了。大田老师，让我来吧。好。魔法修复，外伤、内伤，速速复原。
我都叫老师，你转动脚踝看看。啊，对，就是会痛哎。怎么会这样？这种小伤应该一下子就好了。石若冰啊，再试一颗。现在你再替维多利亚老师疗愈一次看看。魔法修复，外伤、内伤都恢复原。好了，没事了。啊，那糟了啦！这样不就表示温度降低对大家的魔法影响真的很大哎？嗯，要是这时候陨石攻击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对哦。所以，我是吴伯高，不会有事的。如果定位在这里，然后应该要加倍牵引的力道，可是定位又一直不断的在改变，这怎么做？哎呀，这怎么做？这个要怎么做呢？怎么做啊，萝卜糕？萝卜糕，你振作起来啊！怎么会有事情是你想不出来的呢？不可能！我是谁？我是玉树临风的萝卜糕。哎呀，这到底要怎么做？怎么做？啊！萝卜糕教授，啊，你在干嘛？啊啊啊！太好了，我想出来怎么做了。那就好，哎。哎，既然你想出来怎么做了，哎，这是件好事啊。那你也犯不到高兴的要这样子啊大叫吧。哎呦，哎，萝卜糕教授啊，哎是，你真的是辛苦了。我们这一次的牵引，绝对不能够再失败啊。再说啊，这个把蒙寻归位啊。也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啊，它是既复杂又困难的，所以呢，我想你也不要再坚持了，好不好？就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帮你的忙啊！而且我觉得啊，这个时候真的就是应该要团结大家力量时机的好时候。那而且我们也不会觉得你是能力有问题啊。巴主任，你终于知道我心里面有多难熬了啊！谢谢你，好好，谢谢你，啊，团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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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Google， 定位蒙学员。很抱歉，蒙学员不接受定位。我要查询蒙学员的位置，定位蒙学员。好的，是确认蒙学员的位置，不是预约蒙学员的位置。定位目前下落不明的蒙学员，明明知道可能找不到定位，却还要定位的蒙学员，定位中。说什么绕口令啊你！定位再次失败，蒙学员仍然消失中。蒙学员消失，这去哪里了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再加强信号波的发送。还要再加强。
当然，任何能够帮助蒙学园回到原位的方式都不能放弃啊。好吧，讯号波发射中，已经很强大，但是还要再加强的讯号波发射中。各位，蒙学园归位是刻不容缓的事情，立刻要进行第二次的牵引，所以呢，请大家同心协力，共同将蒙学园带回地球。是。那么这次的牵引呢，还是由我负责摩斯牵引术的部分。贾尚新和贝塔，你们还是要负责加倍。可是这一次的牵引的距离非常非常的遥远，所以我必须要非常非常的专注。至于加倍力道还有定位的调整，米诺瓦使者就交给你了。好的。那个维多亚老师，同恩，你们两个要跟我一起啊，注意那个陨石的状况，随时我们要准备啊，击破或是倒下。是的，各位，因为温度太低，已经严重影响到大家的魔法了，所以我跟斯若冰已经分装好了爱心暖暖豆，可以让你们随身携带，随时随地保持体温，维持最佳的战斗状态。好，太好太好。那现在大家都知道任务的分配了吧？啊，帕主任，还有我呢，我认为我可以协助罗伯高教授。啊！我可以协助罗伯高教授。啊！啊！艾瑞克，魔磁牵引术这则魔法，它是一个激进艺术的魔法，它是要经过长时间的训练，还有非常非常多次。大家的魔法不是因为低温而受到影响了吗？我有一个想法，大庭老师、斯沃宾，我的身体里面有一个很不稳定的能量，你们都知道了吧？不过最近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个能量变得很稳定，而且很强。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怕冷，而且精神很好的原因。所以呢？所以我想要试试看，把这个能量传给罗伯高教授。啊！这个异想天开，是不是？不然我们来试试看。是。我之前也说信，怎么会这样？鲁伯高教授，请让我把能量传给你，然后再试一次。这个感觉很舒服。哦，同恩。我之前是信，这感觉太好了，而且力量非常强大。艾瑞克，谢谢。好棒好棒哦！那这样子就万无一失了。不，现在还有一个问题。帕主任，我知道。你是担心会发生像上次一样魔法失控的事情？我想过了，我可以戴眼罩，这样就可以避免了。是说戴眼罩，那不是又会同处反弹？不用担心了，我可以找到一个适合的眼罩，就可以避免同处反弹喽。好，就这么决定了。现在我们就一起让蒙学园归位，加油！我们
要把能量药水分装好，方便大家一口就喝下去。是。准备好了吗？方向与定位监控完成，速度也监控完成。嗯。集中注意。是。是。准备魔磁牵引术。艾瑞克。是。聚集魔磁力，准备定位，定位开启，准备完成，倒数计时读秒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魔磁牵引术，哼。一闪五去，迅光追击，麒麟三角结连接，前方有小行星需要避开，方位总是过去，收到，蔡主任请收魔法，好，艾瑞克，你还好吧？没问题。定位调整 ，U32 Z59 7682。小行星，做回连接。是。定位调整成功。副总，有萌学员的消息了吗？你说呢？查询萌学员定位。萌学员定位，好像快要查询到定位的萌学员，查询中。到底查到了没？萌学员定位查询成功。哎，你看，是萌学员了。哎呀，奇怪。怎么在太空中漂移呢 ？Google， 使用所有能源发出最强讯号波。发出最强讯号波将会耗尽魔磁能源棒所有能源，请确认是否要发出最强讯号波。对，使用所有能源发出最强讯号，使出所有能源发出最强讯号，使出所有能源发出最强讯号。我可不可以换一台 Google 呢？最后一句，请重复。不要再问我了，请技术执行命令。收到，最强讯号波发送，魔磁能源全速推进，讯号指向萌学员，发送中。米诺瓦使者已经接近地球，可以给我定位吗？现在定位是 U。小心，里面出现不明的讯号。小行星，快定位！传送定位。定位是。是 Google 的讯号。这是。夸特诺，这是夸特诺的讯号。请收回魔法，接收夸特诺基地定位。知道了，收回魔法。接收夸特诺基地定位。太好了，我们现在准备要回地球了。艾瑞克，我们成功了。是，太好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回来，快回来，回来。
即将归位，大家准备接受定位冲击。各位，我想我们成功了，我们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太好了。亮晶晶，好，现在呢，萌学员归位，最重要就是要恢复通道，才能够联络到帕主任。麻烦通知大甜甜，请迅速更换能源吧。姑姑，好，谢谢。请坐。妈呀，我需要你帮忙清理魔法通道。通道塞住了吗？那这样欧巴他们不就不能回萌学园了？不止这样子，现在连通讯都断了。那可能里面不只有一般陨石，可能还有其他能量在里面呢。对啊，我也是这么想。我知道达诺长老现在还没回来，可是我急需要能够跟萌学员取得联系，所以我在想，是不是能请你清理通道内的这些能量，让我们恢复通讯以后，等达诺长老回来再清理那些通道。好，虽然我的能力有限，而且效果可能会不太好，但是我一定会尽量帮忙清理通道的。要不要休息一下？萌学园就像是我家一样，清好之后就可以回去，真是太好了。你最喜欢萌学园什么啊？萌学园很新奇啊，我记得我刚去的时候每天都会去探险，到处都有新的密室。哇，好好哦。我以前呢，就听说萌学园很有趣很好玩，只是我从小就跟着长老学清洁魔法，所以都没有机会去萌学园啊。还有听说夸克星的萌乐奇很好玩呢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其实没有很想去啦。我其实很喜欢打扫，如果打扫干净的话，我会觉得很有成就感的。为什么要道歉啊？等通道清好了，萌学园变安全了，也许我可以带你去看看。不行啦，不可能啦，我在这边很好啊。为什么不行啊？虽然萌学园萌乐奇我很熟，没有觉得很特别。不过，如果你喜欢我，我可以喜欢你。马林先生，我们在魔法通道中发现异常的讯号。终于让我找到你。报告教授，怎么了？这个图跟我们和暗黑大帝的决斗有关系。奇怪，样本为什么往你手上飞？这。有点酸，又有点甜蜜，那是有你的滋味，绽放着像烟火的美丽。彩色泡泡的梦里，每刻每刻都有你，
去。